去小峰个365天吧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。别封时间太长啊！碾碎他。这么延迟吗？就是这么延迟。全军出击。喝点奶，谢谢马仔的飞机啊！感谢马仔的飞机。马仔，我终于跟你说一声啊。旗袍展现，无尽好在我内心延续。马上我们省啊，别着急，绝对不要坐等胜利的到来。这干不过他呀，回家了。还落手怕剑圣，什么道理？剑圣本来一击就很厉害了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不过他征服者跟我们打还能打过来，他学的 Q， 他学 W， 他追还行。呀，这也能抓着我，我直接死了啊，我们连挣扎都不挣扎，因为我们是必死的，无需挣扎。这种兵线我们死了其实无所谓，出门来打野了那就没办法了。疯了，不至于，反正都能吃的。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攻击力好低呀、啊！他出的啥？十字镐。再见。
没办法，他交了疾跑，我只能交交闪现进内圈。我一点血啊！将会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吃一层塔皮，我们回家。一层塔皮应该是1400块钱。嗯，再见。带来冲动。别追了，还追啥呀？这要不要攻速海呢？是最强大的敌人。不行，不能攻速海，这伤害不够。这个虚区是绝对不够的。打他的伤害高一点。在我内心延续。我们这波马上升，他刚才如果在塔下站着，我们就杀他；他不站着就算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这补的！赶紧推啊，赶紧推！这波得赶紧杀他。我们开始。哎，我操，他好能要啊！哎，别要呢，他回头逼我。不劈我还行，那劈我，我把他砍死了，我们就不亏了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你跑个屁呀你呀，这怎么死的？这抠是怎么抠的？我抠的好远呢、啊，给我整仨人出来。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这手怎么回事？这就是太细节了，你知道吗？有点过分了啊，稍微是有点过分了。
能不能给我守一下？两波了，连抓我两波，连着抓。算了，别上了，帮我把那峡谷先锋打了吧。真正的大师。唐唐，我发现我是不是得砍你了啊？我发现我是不是得砍你了啊？抓抓抓！我抓抓抓！好，没完了你还。起飞，这倒不至于。一展千机。哎呀，我炮车不给钱。这地方都没办法堵他，两步就回塔，找一个他孤立无援的时候。让他先跟我砍，或者先拉我，这都可以。真能跑啊，真累。哎呦我他还装上逼了，这给他狠的兄弟，这可受不了啊，这可忍不了。是最强大的敌人。不是他跑得比我快，是他有闪，我没有闪。这英雄联盟这种东西讲究技能吸地，他有技能，我们没有技能，那肯定他杀我。他这波没闪，他上哪杀我去？他双招全交，下一波他就没有，他敢跟我打吗？不要被骄傲。这能不能得找机会，你知道吗？形势先于蛮力，我需要一波小团战。我这位置会不会让人逮呀？他100块钱德克萨斯木印了，这啥意思呢？哎呀，那一半都是我砍的，然后不是我的人头，我活了。还是下当的，还是600，我靠，这波下当居然不是我瞎的。我们开始吧。
看一滴血。还有我这 ADC， 这 ADC， 死了！我心多狠呢，这 ADC， 还敢回头呗？这，炸！炸！气死我了！太能跑了！为什么他380，我400 Q 不着呢？刚才？真是有点烦呢、糟糕，我刚才可不是送人头啊！哎，算了，我跟你解释那老些也没用，无所谓了。反正跟你说你也听不懂，不跟你说你也看不懂，那你就蒙在鼓里吧，拉倒。这波不给我来一波啊？啊？握手搁旁边呢，这怎么死？挺进破坏者接大，他有点肉啊，没太砍动。不过这波其实已经挺好的了，我们拿了这么多人头。我们一共拿了3个人头还是4个人头？我看看。我已经不记得了，反正我这波起来已经无敌了，啊，我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我现在的这波团战，我们又无敌了。我都没想到对面还敢打，哼，说实话，没想到。哈！冲！这河蟹真是有点烦人，你说你这个时候刷新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这没有孤立的 Q， 最讨厌这些野怪，你知道打的时候搁旁边，那 Q 技能 Q 不了一个人。回家，收集者来个耀光，愤怒带来冲击，打个红。我说这小黄毛咋这么肉呢？一刀没砍死，我这不应该呀、啊！回头一看不对劲儿，铁板还来回打，
没打。飞走了。德拉斯被杀了。刚才主要是拉克斯那金身拖了一下，拖的时间有点长，要不然我把这螳螂杀了，我能走。AD 别先死的，落手就能打死。ADC 不能先死，继续团啊！给我来点发挥空间。全是那铁板，还，哎呀，有点砍不动。你打去吧，我不打了。看有没有红 buff。来把大剑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，主要还是没有皮肤，我跟你们说，这剑圣没皮肤可太难受了，没有那原计划的那个皮肤。他就上了，他基地不爆炸了吗？五杀不没了吗？踩下路吧，要我说，啊，踩下吧，这不好踩呀，这怎么把下鞋扔了？你们在中路不走，我这也不好办呢。去下路吧，去下路吧，去下路吧，复活了都，那都没技能了，拉倒。有蓝 buff 吧？看看拉克斯有没有沙漏，这位的应该是没有视野啊，我感觉我要一打五了，兄弟们。
闪现，杀一个有点烦呢、啊。哎，全跑了，你知道吧？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血毒的心。全给吓跑了，杀了一个，辅助加个眼儿。我势必要五杀一波，我们必须得五杀一波了。打龙啊！死了一个螳螂加小黄毛，那够呛了呢。那五杀应该是没了，哎，差一点点。这 ADC 可太膈应人了，抢人头，抢了五个人头，拉克斯是怎么敢出来的呢？这真他妈的快！啊！哎呀！嗯哼。